这是什么事？裴大人，你可要帮我们做主啊！那林氏请了个庸医，帮老爷看病，要刚喝下去就吐血了。这是太狠了！太狠了！他这是要害死老爷呀！你可有人证物证？方捕头可以作证。大人，林氏找来了医华大夫。 开了一副治疗精气亏虚的药，贾员外确实是服了该药之后，再次吐血。大人，我冤枉了，是他，药是他开的。大人，我的药方没有问题，贾员外的症状也对得上，问题应该出在贾员外身上，请大人允许我做详细检查。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谁知道你收了这毒妇多少银两，帮他杀人灭口？大人，一定把这两个人赶快收押！本官用不着你教，闭嘴！传仵作。大人，这确实是对症的药。 将林氏收押，容后再审。大人，我冤枉了！大人，大人，退堂！哎呀，大人！林氏他起风了。 云归，你就这么笃定我没有收钱毒害贾员外吗？那你当初如何笃定我就不是坏人了？医者面前无好坏，我认识的医，绝不屑做违背医德之事。 好了，我们回家。我想出去走走。那我就陪你出去采药。嗯。啊。 这么些年，这条山路我都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了。今天倒是第一次，心情这么复杂。你不用这样责怪自己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总在这条山路上走，看看这周围的山啊、花呀、树啊、草啊，心情就会欢喜许多。 尤其是这大片的红花配着绿叶，怎么了？奇怪，这路两边的花呢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们采药来过好几回了，并未见过什么红花。我不会记错的，以前这周围种了很多美人面。美人面？嗯，那种红花名叫美人面。 其实它只是一种普通的药材，但它特别之处在于，只有一味可以入药，用花就不能用叶，用叶就不能用根，所以有个混名
叫老死不相往来。老死不相往来还挺有意思，倘若两处同时用药会怎么样？轻则呕吐抽搐，重则咳血昏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终于知道贾员外的症状为何如此熟悉，那一定是混合服用了美人面的结果。云归，走，我们快回去。好。真没事。你疯了吗？你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啊？你看我好着呢。逞什么强，谁让你救了。你需不需要是一回事，但我救不救是另一回事。你是林香儿的兄长，都是因为你，我妹妹被下了冤狱，你才是真正的杀人犯。我暗例寻医问诊，是你妹妹隐瞒了病情，导致贾员外的病情加重的。问诊不清，我确实有错，但是杀人凶手这种黑锅，我可不背。大太太被我妹妹嫉妒已久，这次这次我妹妹含冤入狱，她肯定会赶尽杀绝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她，救救她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那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谢谢啊，谢谢，玉华大夫。嗯，我妹妹她还有三日就要判刑了。贾员外的身体问题是从龙虎丸开始，你对龙虎丸知道多少？龙虎丸？嗯，没听说过。事到如今还不肯老实交代，让我们怎么帮你？我是林仙儿自己说自己家乡有秘药龙虎丸，你身为他的兄长竟毫不知情。我相信仙儿，他不会说谎。那这样的话只能先找到林仙儿，问出来药在什么地方，我只有拿到药丸才能对症下药。我妹妹被官府收押之后就打入大牢了，我想见她塞了很多次钱，官爷都不通融，家里边双亲知道此事之后肝肠寸断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。你别着急，我会好好想想办法的。谢谢宜华大夫。快快起来。谢谢。
云英，玩弄感情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傻？方成天他喜欢你，若你也喜欢他，那你就不要磨磨唧唧，赶紧和他在一起。可若是你不喜欢他，也要和他说清楚，不要总是借着朋友的名义欲擒故纵。莹莹，你倒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难不成你也觉得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？不，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也不希望你有什么误会。我和成天已经把话说开了，我们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只会是朋友，并不是像你所说的什么欲擒故纵。我今天来找他，只是想请他帮一个忙。什么忙？说来听听。贾员外的案子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。那是当然，若不是因为你也牵涉其中，他又怎会如此伤心？我想见林香儿，她是贾员外的小妾，被关在县衙大牢，不准任何人探视。我带你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，就算我不帮你，他也一定会帮你。但他身为捕头，私自带人进入大牢便是知法犯法。我不像你，我做不到不替他考虑。对不起，燕燕，我没想那么多。我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回去等我消息吧。莹莹，放我出去吧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没罪，我没罪！我是冤枉的呀！我要出去，求求我吧，求求我出去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我出去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求求你们了！救救我呀！我错了！我是来救你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你的每一个问题，你必须如实回答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我觉得你还是好好锻炼身体吧。嗯？嗯，好歹能扛揍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哎，大人您先冷静。冷静冷静，我冷静得了吗？我名牌丢失非同小可，若是被心怀不轨的人拿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可到底什么样的贼胆大包天，敢跑到县衙来偷东西？
县衙守备森严，寻常小贼也进不来啊。这个疯丫头行事越来越放肆了。大人您先消消气，或许令牌并非是莹莹拿走的。哼，晚饭时分他就借口有事出府去了，令牌也随即不见，不是他还能有别人。成天，马上带人去把这个疯丫头给我抓回来。是，千万不能让他拿着令牌闯祸。是，快去，属下这就去。丫头，气死我了。我已经问过你的父兄，你的家乡根本就没有龙虎丸这种药。事到如今，你竟还不肯说真话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我说，这药是我从一个高人手上买的，那高人是个游方术士，自称龙虎天师。龙虎天师，他在哪儿？高崖村。我说了，令牌不在我这里，你跟着我也没用。莹莹，令牌丢失非同小可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方捕头，请回吧。这贸然闯入女子闺房，怕是不太合规矩。你还在跟我置气？方捕头说笑了，我一个小丫头，哪来这么大的气息？给莹莹。大人，让开！把令牌交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把令牌交出来。我没见过。这是何物？丫头，你可知道大牢是府衙重地，任何人都不得擅闯，你竟敢拿着令牌私闯大牢？是，我就是敢。裴大人秉公执法，现在就拉我去斩首啊！来啊！你当我不敢？大人息怒，莹莹也许另有隐情，不如先听她解释。没有什么隐情，我就是图好玩进去走了一趟。裴大人若觉得这是重罪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，裴莹莹，你。罚你禁足一个月。大人，疼吗？不疼，习惯。老板娘的琴声果然是听多少遍都不会腻。罗医师就会哄人开心。听说贾府犯案的那个小妾林氏是你朋友啊？
有些交情。那得是多大的交情，能让你拉下脸去找一华帮忙？我这醉生阁现在看起来还像个样子，前两年可没这么好的光景。当年林香儿帮了我一把，我现在虽然说不能为他赴汤蹈火，却也不能看着他送死。时候不早了，罗医师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不行，少太多忧愁。痛快！应该就在前面不远了吧？嗯。这高崖村说近不近，说远也不远，怎么还走不到啊？真是。哎，依依，你饿不？先垫一下。我不饿，你吃吧，赶紧赶路吧。怎么了？东西都藏好了吗？确定没有遗漏？老爷放心，所有的货都已入仓，绝无遗漏。如今整个祥云县都不会再出现一朵美人面了。下去吧。我答应了啊！你们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的，我那棍是点到为止。你，老实点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何偷袭我们？你说还是不说？咋的呀？给我刮胡子呀？嗯。行。特别香，真香。
我是个讲原则的人啊，一块饼就想收买我。好香啊。想不想吃啊？你说我就给你吃一口。你给我吃一口我就说。说，我本是一名江湖术士。人称龙虎天师。你就是龙虎天师。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笑什么？嗨，男人嘛，懂啊？别走开，精彩在后面。爱上时空。